给大家看一下，水分超多，有看到超级多哎，真的不要浪费啊。哦，舒服。然后你看剥开有没有，切开就这么美。来，我们帮大家试吃。哦，超级漂亮的，有没有？美爆了！你看它的果肉，有看到吗？来，桃仙子控，来注意听好了，今天的这一组呢，桃仙子是2023年最后空运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赶快先下单。今天呢，真的要清出你们的冰箱来哦。今天的这一组桃仙子呢，它的产地是在爱荷华州，非常厉害，最后一波产区了，而且是雪巨人的品种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现在呢，直接呢开箱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到货的各种品规。来，巨无霸，今天巨无霸来了。它的数量很少，好不好？来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大颗，有没有看到超级巨无霸的哦？今天这组呢是全新鲜果目前最大颗的水蜜桃，好不好？水蜜桃今天这组呢跟大家说非常漂亮，而且重点保证甜度，甜度之最，水蜜桃界的天花板就是它，好吗？今天的这组呢最顶级的十二品规，一箱就是12颗。来，再来呢往下一点，特大果就是15品规，有没有看到原装15颗？来，直接呢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原装15颗？来对比一下，来我们12跟15的大小，来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哎、欸，超大颗的，今天的直接呢下杀一波优惠哦，跟大家说赶快先想起来，因为呢桃仙子没有了。来，再来呢往下，大果，今天这组呢它是原装的18品规，18。直接呢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18？今天18也是超级多上线哦，因为呢大部分人都是买18品规的，超级硬邦邦，好不好？超级硬邦邦，超级好吃。来，再来呢21品规，来直接呢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他说不管大中小哦，甜度都是保证的，好不好？超级好吃的那一种。今年呢2023年最后一波，来我们现在呢直接呢帮大家试吃哦，好。超级漂亮的，有没有？美爆了！你看它的果肉，有看到吗？果肉非常的漂亮，有没有？我跟大家讲，它切开那个水分是有的，而且口感又有。你看，超级漂亮！你看剥开那个果肉，超美的。来，超大颗的，我们切开的画面，有没有看到？超级漂亮！来，我跟大家讲，桃仙子就是厉害了，好不好？我跟大家说，甜度之最。来，我们现在要帮大家试吃哦。我跟大家说，超级好吃的桃仙子来了。你跟大家讲，送礼啊，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哦。因为这组单价真的是比较贵一点，所以呢，如果你送出去呢，真的是会送到心坎里，因为平常舍不得买，好不好？舍不得买，你送到他就觉得哇。很顶级，你这样懂我意思吗？而且它这是非常知名的品牌哦。来，我们现在呢直接呢帮大家试吃，你看剥开有没有，切开就这么美。来，我们帮大家试吃。哦，我跟大家说，第一个我跟大家讲，咬下去你们有看到什么？它纤维非常的小，有没有看到？刚刚3S 那一组，它是吃得到纤维的，它这个完全几乎吃不到纤维，那种不会有一丝一丝的那感觉，完全是细致的果肉，而且它的甜度好高哦，水分很多。我个人真的觉得大推，真的好不好？本人超爱桃仙子的，我真的是跟大家讲大推，品质保证。你看，我现在直接呢给大家看一下，水分超多，有看到吗？超级多哎，真的不要浪费啊！舒服。然后最后起来，接下来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怎么样？来，巨无霸品规好不好？来，再来呢15品规，来帮我照片好不好？十八品规好不好？今天的各种品规都直接上线给大家了，好不好？超级好吃的。